主料：羊血150克，菠菜200克，豆腐皮100克。辅料：辣椒底料、蒜苗。食材准备：豆腐皮切细丝，羊血切一厘米长条状，凉油放蒜苗前段和红油底料，小火煸炒。炒香后放适量的凉水或者高汤，放入调料，适量的盐、13香，进行调味儿。放入豆腐皮丝，再放入菠菜，最后放入羊血，羊血去味后放适量味精、提鲜。关火后放入蒜苗叶子，下锅提味，盛碗里准备食用。烹饪技巧：出锅时再放味精，味道更鲜美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